临近仁济城遗址的老神神社，位于鸠摩川与其支流的凶川交汇处，所建年份已不可考，有一说是西元807年时，从鹿儿岛县误导神宫的熊琼楚尊等六神的分灵供奉为神。由于位处仁济城遗址附近，后来也成为城主香良氏一族的铲土神。现今的建筑为西元1628年由香良家第20代当家香良长美重新改建而成。建筑物的样式及壁面装饰等采用桃山风格的手法，尤其是在本殿里仍能看到鲜艳色调的装饰。本殿为正面三间的入母屋建筑结构，是仁济鸠摩地区非常珍稀的建筑。柱头有禅宗样式的斗拱，壁面刻有花鸟，弓状造型的横梁上设有支撑屋顶的鬼怪木雕。装饰金具左右不对称，再与木板等加以精致细腻的装饰，据说是仁济鸠摩的独特手法。代表仁济鸠摩地区的江户时代初期的神社建筑，不仅获得高度评价，本殿、拜殿及神宫所皆为国家重要文化财。另一个特色是在拜殿前方的参拜道中央有八角形造型的灯笼，据说除了京都、奈良之外，在其他地区并不常见。此外，坐镇在神社后方的兼元神社保留了原本位于大桥下诉说着枪战故事的弹痕。